战局变化之快啊，你无法去掌握跟想象。梦想家，这是球迷准备的吧？对，哦，球团自己准备的，放在篮筐底下，希望球员能够乖乖的进球啊。我通常只有看到这个是保佑篮筐不要有出错啊，对，没有看过是保佑他要进球的。通常是工程师啊，会放在他自己的电脑前面。没错。